手林宥嘉平时有在社交媒体上写日记的习惯。9月2日晚间，林宥嘉发文写下：“今晚我想挑战即兴 freestyle 写一首歌，过程中绝不修改，想什么就写什么。”但其实他是为了藏头，造了5句完全没有关联的话，像是“陈年卤汁很好吃，但我已经拒绝宵夜”，“珊瑚海是一首对唱情歌，屋顶也经典”。妮妮娜娜 TT 是三姐妹，我有看电视，只为了帮前辈陈珊妮宣传新歌乱码，更不忘底下留言 tag 对方说，这样会惹怒老师吗？对于林宥嘉 freestyle 写一首诗，网友们纷纷回应，没押韵，但有带出重点，这是打油诗吗？小到没睡意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